老婆喜欢干净的头发，老婆喜欢小鲜肉的发型。没有毛身子比较干净一些。家里要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做下运动就没那么油腻了。老婆回来了，该认真带孩子了。老婆最讨厌孩子吃辣条了。放个动画给小孩就不哭了。穿上老婆最爱的衣服。这一个月没洗的袜子不能留了。老公，你真棒。完蛋，三个没这个，啥啥啥。